经典名著有声剧《红楼梦》第115回，霍偏思惜春始素志，正同类宝玉痴相知。话说宝玉为自己失言被宝钗问住，想要掩饰过去，只见秋文进来说，外头老爷叫二爷呢。宝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，去到贾政那里。贾政道，我叫你来不为别的，现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学里去，你在家里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。我这几天倒也闲着，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瞧瞧，看你这些时尽意了没有。宝玉只得答应着。贾政又道，你环兄弟兰侄儿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，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们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宝玉不敢言语，答应了个事，站着不动。贾政道，去吧。宝玉退了出来，正撞见赖大诸人拿着些册子进来。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，宝钗问了，知道叫他做文章倒也喜欢，唯有宝玉不愿意，也不敢怠慢，正要坐下静静心，见有两个姑子进来。宝玉看是地藏庵的，来和宝钗说，请二奶奶安。宝钗代理不理地说，你们好。因叫人来倒茶给师父们喝。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，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，也不好兜搭。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辞了要去。宝钗道，再坐坐去吧。那姑子道，我们因在铁槛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，今日来了，见过了奶奶太太们，还要看四姑娘呢。宝钗点头由他去了。那姑子便到惜春那里，见了彩萍说，姑娘在哪里呢？彩萍道，不用提了，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，只是歪着。为什么？说也话长，你见了姑娘只怕她便和你说了。惜春早已听见，急忙坐起来说，你们两个人好啊，见我们家世差了便不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有也是施主，没也是施主，别说我们是本家庵里的，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呢。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们都见了，只没有见姑娘，心里惦记，今儿是特特的来瞧姑娘来的。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。那姑子道，他们庵里闹了些事，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。便问惜春道，前儿听见说龙翠庵的妙师傅怎么跟了人去了？哪里的话，说这个话的人提防着割舌头，人家遭了强盗抢去，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？哎，妙师傅的为人怪癖只怕是假惺惺吧，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，哪里像我们这些粗夯人，只知道讽经念佛给人家忏悔，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。怎么样就是善果呢？除了咱们家这样善德人家不怕，若是别人家，那些诰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，到了苦难来了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见人家有苦难的就慈心发动，设法救济。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？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，只是没有险难的了，虽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自己也就好了，不像如今托生了个女人胎子，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。姑娘你还不知道呢，要是人家姑娘们出了门子，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的。若说修行
也只要修得真。那妙师父自为才情比我们强，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。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？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。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得合在机上，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，前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，并将头发指给他瞧道：你打量我是什么没主意练火坑的人吗？早有这样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来。那姑子听了假作惊慌道：哎呀，姑娘再别说这个话，甄大奶奶听见还要骂上我们撵穿去呢。姑娘这样人品，这样人家，将来配个好姑爷，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惜春不等说完便红了脸说：甄大奶奶撵得你，我就撵不得吗？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击他一击，说道：姑娘别怪我们说错了话，太太奶奶们哪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？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，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。这也瞧罢了。彩萍等听着话头不好，便使个眼色给姑子叫他走。那姑子会意，本来心里也害怕，不敢挑逗，便告辞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：哼，打量天下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吗？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。彩萍见事不妥，恐担不是，悄悄地去告诉了尤氏说：四姑娘绞头发的念头还没有息呢，她这几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。奶奶提防些，别闹出事来，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。尤氏道：她哪里是为要出家，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，安心和我过不去，也只好由他罢了。彩萍等没法，也只好常常劝解。岂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饭，只想绞头发，彩萍等吃不住，只得到各处告诉。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劝了好几次，怎奈惜春执迷不解。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，只听外头传进来说：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。众人急忙接出，便在王夫人处坐下。众人行礼，续些寒温，不必细述。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无二，要请甄宝玉进了一见。传话出去，回来说道：甄少爷在外书房同老爷说话，说得投了机了，打发人来请我们二爷三爷还叫兰哥在外头吃饭，吃了饭进来。说毕，里头也便摆饭不提。且说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，试探他的文才竟应对如流，甚是心境，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励他们，再者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。宝玉听命，穿了素服，带了兄弟侄儿出来，见了甄宝玉竟是旧相识一般。那甄宝玉也像哪里见过的，两人行了礼，然后贾环贾兰相见。本来贾政席地而坐，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，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铺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宝玉等出来，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，为甄宝玉又是晚一辈，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。贾政知是不便，站着又说了几句话，叫人摆饭，说：我失陪，叫小儿辈陪着，大家说说话，好叫他们领领大教。甄宝玉训谢道：老伯大人请便，侄儿正欲领师兄们的教呢。贾政回复了几句，便自往内书房去。那甄宝玉反要送出来，贾政拦住。宝玉等先抢了一步出了书房门槛，站立着看贾政进去，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，彼此套叙了一回诸如九牧结响的话，也不必细述。
且说贾宝玉见了甄宝玉，想到梦中之景，并且素知甄宝玉为人必是和他同心，以为得了知己，因初次见面不便造次，且又贾环贾兰在座，只有极力夸赞说啊，久仰芳名，无由亲至，今日见面真是谪仙一流的人物。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贾宝玉的为人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差，只是可与我共学，不可与你试道。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金魂了，既我略知了些道理，怎么不和他讲讲？但是初见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，只好缓缓地来。便道，师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，在师兄是数万人的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，在地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舔负同名，书绝玷辱了这两个字。贾宝玉听了心想，这个人果然同我一样的，但是你我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们清洁，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看待起来？便道，师兄谬赞，实不敢当，弟是至拙至愚，只不过一块顽石耳，何敢比师兄品望高清，实称此两字。甄宝玉道，弟少时不知分量，自谓尚可琢磨，既知家遭萧索，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，虽不敢说历尽甘苦，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，师兄是锦衣玉食，无不随心的，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钟爱，将为席上之珍，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。贾宝玉听着话头又进了陆渡的旧套，想话回答，贾环见未与他说话，心中早不自在，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，便说道，世书所言故事太谦，若论到文章经济，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，在小侄年幼，虽不知文章为何物，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，那高粱文秀比着令文广誉，真是不斥百倍的了。甄宝玉未及答言，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，心里越发不和，想到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，便说道，弟闻得师兄也抵近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，今日弟幸会之饭，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，从此可以净洗俗常，重开眼界，不易视弟为蠢物，所以将世禄的话来酬应。甄宝玉听说心里晓得，他知我少年的性情，所以以我为假，我索性把话说明，或者与我做个知心朋友也是好的。便说道，师兄高论，故事真切，但弟少时也曾深悟那些旧套陈言，只是一年长思一年，家君致仕在家，懒于酬应，为弟接待，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，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，便是著书立说，无非言中言笑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，方不枉生在盛名之时，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，所以把少时那一派愚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，如今尚欲访师密友，教导愚蒙，幸会师兄，定当有以教我，适才所言并非虚意。贾宝玉愈听愈不耐烦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将言语支吾，幸喜里头传出话来说，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，请甄少爷里头去坐呢。宝玉听了，趁势便邀甄宝玉进去，那甄宝玉依命前行，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。贾宝玉见是甄太太上座，便先请过了安，贾环贾兰也见了，甄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，两母两子互相私认。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，那甄夫人年纪已老，又是老亲，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与他儿子一般，不禁亲热起来。王夫人更不用说，拉着甄宝玉问长问短，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。
回看贾兰也是清秀超群的，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，也还随得上。只有贾环粗夯，未免有偏爱之色。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，都来瞧看，说道：“真真奇事儿，名字同了也罢，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？亏的是我们宝玉穿孝，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，一时也认不出来。”内中紫鹃一时痴意发作，便想起黛玉来，心里说道：“可惜林姑娘死了，若不死时，就将那珍宝玉配了她，只怕也是愿意的。”正想着，只听得甄夫人道：“前日听得我们老爷回来说，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，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。”王夫人正爱珍宝玉，顺口便说道：“我也想要与令郎做法，我家有四个姑娘，那三个都不用说，死的死，嫁的嫁了，还有我们甄大侄儿的妹子，只是年纪过小几岁，恐怕难配。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，生得人才齐整。二姑娘呢，已经许了人家，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。过一天我给令郎做媒，但是他家的家计如今差些。”太太这话又客套了，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？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。现今府上妇又出了差，将来不但复旧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。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，这么着就求太太做个宝山。甄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，便告辞出来。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，见贾政已在那里，复又力谈几句。听见甄家的人来回，甄宝玉道：“太太要走了，请爷回去吧。”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，贾政命宝玉还兰相送，不提。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，知道甄宝玉来京，朝夕盼望。今儿见面，原想得一知己，岂知谈了半天，竟有些冰炭不投，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也不笑，只管发怔。宝钗便问：“那甄宝玉果然像你吗？”“相貌倒还是一样的，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，不过也是个路度。”“你又编排人家了，怎么就见得也是个路度呢？”“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，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，又说什么为忠为孝，这样人可不是个路度吗？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，我想来有了他，我就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。”宝钗见他又发呆话，便说道：“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，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？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，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，谁像你一味的柔情思意，不说自己没有刚烈，倒说人家是路度。”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，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，心中更加不乐，闷闷昏昏，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，并不言语，只是傻笑。宝钗不知，只道是我的话错了，他所以冷笑，也不理他。岂知那日便有些发呆，袭人等怄他也不言语。过了一夜，次日起来，只是发呆，竟有前番病的样子。一日，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绞发出家，尤氏不能拦阻，看着惜春的样子是若不依她必要自尽的，虽然昼夜着人看着终非常事，便告诉了贾政。贾政叹气跺脚，只说：“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，
闹到如此地位。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，叫他去和他母亲说，认真劝解劝解。若是必要这样，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。岂知尤氏不劝还好，一劝了更要寻死，说做了女孩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，若像二姐姐一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，况且死了，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，放我出了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门，就是龙翠庵，原是咱们家的基址，我就在那里修行，我有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。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，你们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，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没法，只有死就完了。我如若碎了自己的心愿，那是哥哥回来我和他说，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，若说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你们不容我。尤氏本与惜春不和，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，见宝玉神魂失所，心下着忙，便说袭人道，你们推不留神，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。袭人道，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，一时好一时不好，天天到太太那里仍旧请安去，原是好好的，今儿才发糊涂些。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，恐防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。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，心里一时明白，恐他们受委屈，便说道，太太放心，我没什么病，只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。你是有这病根子，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，吃两剂药好了不好，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时候似的，就费事了。太太不放心，便叫个人来瞧瞧，我就吃药。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出来请大夫，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，便将惜春的事忘了。迟了一回，大夫看了服药，王夫人回去。过了几天，宝玉更糊涂了，甚至于饭食不进，大家着急起来，恰又忙着脱孝，家中无人，又叫了贾云来照应大夫。贾琏家下无人，请了王人来在外帮着料理。那巧姐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，所以荣府中又闹得马仰人翻。一日又当脱孝来家，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，见宝玉人事不行，急得众人手足无措，一面哭着一面告诉贾政说，大夫回了不肯下药，只好预备后事。贾政叹气连连，只得亲自看事，见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贾琏办去。贾琏不敢为傲，只得叫人料理，手头又短，正在为难，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，二爷不好了，又有饥荒来了。贾琏不知何事，这一下非同小可，瞪着眼说道，什么事？门上来了一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二爷的这块丢的玉，说要10000赏银。贾琏照脸啐道，呸，我打量什么事这样慌张，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吗，就是真的，现在人要死了，要这玉做什么？奴才也说了，那和尚说给他银子就好了。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，这和尚撒野，各自跑进来了，住人拦他拦不住啊。是啊，哪里有这样怪事，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。正闹着，贾政听见了，也没了主意了，里头又哭出来说，宝二爷不好了。贾政一发着急，只见那和尚嚷道，要命拿银子来。贾政忽然想起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，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，但是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银子来怎么样呢？
想了一想，姑且不管他，果真人好了再说。贾政叫人去请，那和尚已进来了，也不施礼，也不答话，便往里就跑。贾琏拉着道：“里头都是内眷，你这野东西混跑什么？”那和尚道：“迟了就不能救了。”贾琏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：“里头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进来了。”王夫人等只顾着哭，哪里理会。贾琏走进来又嚷，王夫人等回过头来，见一个长大的和尚，吓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，宝钗避过一边，袭人见王夫人站着不敢走开，只见那和尚道：“施主们，我是送玉来的。”说着把那块玉擎着道：“快把银子拿出来，我好救他。”王夫人等惊惶无措，也不择真假，便说道：“若是救活了人，银子是有的。”“哈哈，拿来。”“你放心，横竖折变得出来。”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宝玉宝玉，你的宝玉回来了。”说了这一句，王夫人等见宝玉把眼一睁，袭人说道：“好了。”只见宝玉便问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，宝玉先前紧紧地攥着，后来慢慢地得过手来，放在自己眼前细细地一看，说：“哎呀，久违了。”里外众人都喜欢地念佛，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，贾琏也走过来一看，果见宝玉回过来了，心里一喜，急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语，赶来拉着贾琏就跑，贾琏只得跟着到了前头，赶着告诉贾政。贾政听了喜欢，急找和尚施礼叩谢，和尚还了礼坐下。贾琏心下狐疑，必是要了银子才走。贾政细看那和尚，又非前次见的，便问：“宝刹何方？法师大号，这玉是哪里得的？怎么小儿一见便会活过来呢？”那和尚微微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。”贾政见这和尚粗鲁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说：“有，有便快拿来吧，我要走了。”“略请少坐，待我进内瞧瞧。”“你去快出来才好。”贾政果然进去，也不及告诉，便走到宝玉炕前。宝玉见是父亲来，欲要爬起，因身子虚弱起不来。王夫人按着说道：“不要动。”宝玉笑着拿着玉给贾政瞧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贾政略略一看，知道此事有些根源，也不细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“宝玉好过来了，这赏银怎么样？”“紧着我所有的折遍了给他就是了。”“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吧？”“我也看来古怪，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银子。”“老爷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说。”贾政出来，宝玉便嚷饿了，喝了一碗粥还说要饭。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，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，宝玉说：“不妨的，我已经好了。”便爬着吃了一碗，渐渐的神气果然好过来了，便要坐起来。麝月上去轻轻地扶起，因心里喜欢，忘了情说道：“哎，真是宝贝，才看了一会儿就好了，亏得当初没有砸破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神色一变，把玉一撂，身子往后一仰。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